我是腾冲皮影戏的第六代传承人刘朝凯。我们呢是出生在皮影世家，我们祖辈都是做皮影戏的，但我这一辈是已经是第六辈，一门传六代是非常少见的。我们的艺术要传承要发展，你必须要这个创新，与时俱进。之前的传统的那种，只是单纯的手绘动啊。现在咱们的皮影戏，基本五根棍，能手脚呀、头呀、嘴巴呀、眼睛呀，这些地方都能动，基本能模仿真人的任何动作。我们创造了4D 秀皮影戏馆，咱们是用现在的这个声光电、激光投影、一些灯光辅助皮影表演，然后再创造了一种紫光影戏，然后看上去就身临其境，有一种裸眼 4D 的感觉。如果要下雨，咱们的顶上就会下雨。比如说过雪山的一个过程，咱们就会飘着雪，观众就能感受到真的下雪了啊！这种把观众带入这个场景，用皮影包围观众。所以说，创新与时俱进，尊重传统，不断创新，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更好、更漫长的发展下去，必须坚持走的一条路。